哪种色彩会让考生有负面情绪？学生若在考前看太多哪一种颜色的东西，对考试会有负面影响？是黑色。那黑色可能就是让人家会感觉的比较黑暗，没有什么希望的感觉。黑色不妥哈。可是读书的时候看的字也是黑色的。讲，哎，字是黑色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